咁呢只亦都系一个自传嘅电影《金袍拳王》嘅里面嘅主题曲，一生自豪。咁啊，都系我系讲我前半前半生嘅故事个遭遇，系啦，大家都去睇嘅，呢啲都唔睇，上咗画嘅咧就喺内地。好。叶文龙喺今日咧，我嚟到呢个西九龙里面咧，就做一个发布会啦。咁又系咩发布会呢？叱咤武林，谁领风骚？系一个唱一个大合嘅主题曲嘅，系金庸啦、古龙啦，好多好多嘅主题曲。咁希望大家踊跃参与。咁今次我亦都好开心，能够做到今次嘅评判嘅。多谢大家，希望到时会见到你哋。
咁大家除咗知道我唱歌之外，我都相信知道我系打泰拳噶啦。咁其实咧，泰拳咧亦都系一个武术啦。咁其实唱歌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运动嚟嘅。所以大家一起做运动啦，去参加赛，赢输唔重要嘅，最紧要志在参与。多谢。